智能马桶使用一个月多了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经验。我家的浴室柜和马桶距离太近，人一靠近就会自动翻盖，所以我用小程序关掉了自动翻盖功能，保留脚感自动翻盖，这样就算靠近浴室柜洗手也不会再感应开盖了，使用脚感感应也是很方便的。如果卫生间够大，也可以通过设置感应距离解决这个问题，像经常使用的囤洗功能可以用随手就拿到的遥控器操作，真的是很方便。给大家演示一下智能马桶的最基本操作，另外还可以语音操作。小白，小白，你好。打开座圈，我自己打开。关闭座圈，我可以关闭。还可以加热座圈，冬天不怕凉屁屁了。使用泡沫盾功能，还可以防止便便飞溅。停电也不怕担心，可以使用手动冲水。最后一点，装修一定要预留智能马桶电源哦。